啊，这地儿我太熟了，这不就是大长沙吗？<笑>我独自生活也不必这么惨吧。 都没有一个活物迎接你吗？我不是，<笑>猫猫也行啊。嗯嗯。哇，好整齐啊！ 他把那个箱子的轮胎，他觉得外面脏，他给他擦了。是的。哇，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哎。整理控的日常感觉是啊，弄干净我就很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 一个人换这个有点惨，我觉得。给湿巾沾水，湿巾不就是湿的吗？它是有防腐的东西在里面啊。什么？ 啊，防腐的东西，湿纸巾很多时候你不去沾水，它擦过以后就会有一层。它指的是像那种洗涤剂一样的沫沫。那你为什么不用干纸巾蘸水？干纸巾蘸水就散了呀。那你为什么不用湿纸巾擦完再用干纸巾这样过去不就好了吗？那就浪费纸了。你这样还不浪费纸吗？<笑><笑>请问你觉得家里有多少？这也太细致了吧！这不是正常的吗？这也要擦呀？ 上面很脏，我还不累。你从回来这一刻就没有闲着过。我不累的，我如果不干完这些，我是不会休息的。Oh no！ 你家地都快成反光板了，这个家到底有什么呀？值得这样每天去扫啊？<笑>这个行为有道要去看一下吗？<笑>等你好久了。嗯。什么？吓死我了。 哦，他在跟你说话。哎呀，看样子他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跟他互动。啃那个冷汉堡，有点惨啊，感觉。
哎，你是在家里面就很享受这种安静吗？我看着很心酸哎，看着累。心酸什么？看着累都出来了，搞得我真的我都觉得我是独居老人。嗨嗨嗨！终于有人来了。嗨，大哥。哇！我去喝下午茶。哎呦，他在挠我。妈妈约了人，就把你丢在我这儿了。要不要跑一跑？先熟悉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自己先熟悉一下环境。我把这里吸水吸一下。吸水。小不点，你在哪儿呢？小不点，喝水。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哦，怕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有，来嘛，这样我带你参观一下，这里是沙发，你看一对象，这是衣帽间，是不是？没那么紧张吧？好多了吧？这是厨房。嗨，这里是冰箱。就因为我喜欢旅行，所以就收集了很多的冰箱贴。哦，不要紧张，没事。你是什么犬种？马尔济斯是不是？我来搜一下，你这个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说了要擦眼泪，太长了，我真的有眼泪哎，擦擦。哦，扎眼睛了是不是？哦，好点没？好多了吧？你挺有耐心的。哦，踏实了，踏实了。擦了就舒服了啊。好多了吧？你看，你也愿意跟我亲近了，是不是？你下来好不好？走一下啊，好吗？自便啊，给你来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完了，撒尿了。哎呀！这你怎么一紧张就拉屎呢？完了！消毒剂，湿纸巾。你真可以拿奖了，好吗？我，你还闻在干嘛？我看他健不健康。哦，除味了。嗯，那里不能拉屎撒尿啊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先玩一下啊，我然后干活了，我要。又干活去了。怕你没活干。来他家之前一定是三天没出过门。这上火了是不是？尿这么黄，是不是？嘉哥崩溃了。你乖了，发现没有？没有在地毯上弄了，很棒，就在这儿撒就可以了，比较好处理。除菌的好不好？除菌的，擦一下。各种类型的湿巾。好多了，你看，可以，来，对，好 ，OK。好的，乖啊！我就干我的活儿，你就自己玩儿。又干活。
那地上好脏是不是？我们浅弄一下。又是湿纸巾上啊？你咋不用墩布啥的呢？因为你墩布还得要洗，你还不如就这样一次性的弄完就不更好吗？我把这里处理好了就可以了啊。天哪，他真的用纸巾把那一块给弄干净，太厉害了，太牛了。叮叮叮叮叮叮，难怪他家湿纸巾要背很多，真的好费湿纸巾啊。所以你看很干净了这个地方。嗯，不是刚擦完吗？这个家到底有什么呀，值得这样去扫啊？要擦几遍？什么拖鞋底啊？擦哇，这是为啥？这是应该的，因为要不然你的脏的鞋底会去到干净的地方。它怎么是脏的呢？因为你刚才清理这些灰尘，多多少少都会沾些灰嘛。那你那个架子不是刚擦完，你怎么又要去擦？他因为他在弄这些死角的时候，他又会有扬尘呢，有扬尘呢。扬尘？哎呀，你家是住在沙漠吗？无时无刻都有扬尘。你不懂，空气当中就会有。你问子涵。行行，好好好好好。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你好乖哦。有20年的生活感情基础，哎，他妈来了。我们还有一个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吃好喝好睡好了，他也是。辛苦家哥。又要变成一个人了。哇哦，干嘛？哇哇，哦哇，妈，你这一天够累的。这一趴是应该练臂力，对吧？也是要自己要运动一下呀。哥，我都用电动的，我的都高科技一点。现在又返璞归真了。感觉有一丝凄凉。因为有社恐的人不愿意去按摩、啊、是现在有太多这种就是小玩意儿可以对人独居有帮助作用。我感觉你这换了另一种形式在干活。这个真的不会放松。哎，我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累。哎，对，这个特别锻炼手臂线条。你说多好，又省了去健身房的钱。他也干不了别的事儿啊，他在家。不用干别的事，回家不就是干这些吗？你谁呀？嗯。要干嘛？又要干嘛去？啥？啥？我觉得你要去代言家政了。我就不买了东西。
这谁？我。你这么瘦啊？这也太瘦了吧！瘦这还不瘦？老头背心儿。又干活去了。这家到底有什么呀？值得这样每天去扫啊？我也想知道。老师，我是不是有问题？星星，一起过端午嘛。收到微信，给我回个话。妈呀，这音乐非常八仙过海，这太老人家了。老大爷的生活，你真的是遛弯儿哎。我觉得真的就是年纪大了就喜欢拍花花草草。你喜欢拍，你还喜欢发到群里。你经常发到群里，你看。爸爸妈妈早上好，我在散步呢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买菜啊，买菜去了。宝宝们，告诉你们好笑的事儿，买了一大盒凉菜拼盘，现在也忘拿了。哎，买的那个卤菜不是装一包了吗？现在我在想办法试图联系那边店主，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吧，宝宝们。谁呀？有有有，哥哥哥！不是先开门，是先拿拖鞋。有有有有，端午安康，端午安康，家人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鞋子，酒店的拖鞋。你们先在这儿把这些布置了，我先把那个韭菜弄了。牙牙，哎，你帮我把这个盆子擦干净一下。我可爱干净了。对，我也是。要维护家里的那个干净啊！好，聚完会要一成不变的，对，还原。我觉得这个工作你可以交给欣姐一起来完成，锻炼一下她。你只要监督她别乱扔就行。我其实也干了一些。谢谢哇，这么多水果啊！这怎么处理呀、啊？这个怎么弄呢？哎，欣姐应该说一下提前处理。你们仨内心 OS 应该在咒骂我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查一下，查一下，所有都有攻略。哦，就跟切西瓜一样。嗯，对。就把实惠的地方对先切，哇，好快哦，这个刀好锋利的那个，哦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呦，我来了，帮他拿那个拖鞋，拿一个新的，快快快，我们四个人来，哎啊。你是为啥？你们那么有仪式感，好可爱。什么鬼？好幼稚。来，欣姐看一下你买的，这么瓷实啊？你看你上单都是你怎么没有切过的？那是这个水果店的问题啊。哦哦哦，不是欣姐的问题。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？
我上次来就坐到这个椅子这儿，嘉哥就拿着他家的扫帚就一直围着我。我现在不会了，你坐在那儿去。我坐到那儿。你一坐在那儿，我就把那个扫地机器人放上。我们俩离远点，可别砍到我们。让开，让开啊！哦，耶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现在就去洗个手吧，去洗个手。哇，这个真的不行，一定要戴手套。完了，我全手都湿了。哦，好黏的，全是那种像五零二对的胶水，这么夸张，根本洗不掉。因为看个叫什么，怎么洗菠萝蜜那个？肯定有人想问，干嘛带一瓶食用油在旁边？用油。哇，真的耶！不播不知道，原来有这么多专业知识。你看，我要是不买这个成型的，大家哪有这么多知识？谢谢。是不是？这都可以。这叫生活中的小妙招。哎呦，坐这儿弄呗，你站着多累啊。有坐着绝不站的。妈呀，在家嘱咐我到这儿来多干点活，说别了，一上节目就好吃懒做的，说对我形象很不好。你妈是了解你的。还有啥呀，柠檬、芒果，你要不要去处理一下芒果也行。我们也吃不了，把它切开它不就又氧化了吗？啊，是不是有道理吗？有。那我去，吃一个榴莲吧。哇哦！你放下，别切了。不是，我看到这个我就不舒服。他自我意识太强烈，你别看他，等于说让他们弄。让谁弄？补补妆吧。老板已经开始补妆了，老板。补妆，这是什么？我把它去洗一下。哇，你有这么多打扫工具啊！点皮谁呢？点皮谁呢你？哎，欣欣，你过来帮我撑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样干干净净的。快拍到我了吧。是不是在一个好不好，是不是在一个死角，拍不到我在这儿。快拍到我了吧。哎呦，我可以，这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。你站过来。哎，我给你拿个纸，咋这么厚呢？因为有骨头在中间，你要切它的这一面，然后把骨头这样子，你小心点。什么？你懂吗？突然间有点别的事情。我想再处理一个火龙果就好了。你只愿意划那个刀是不是？对。怎么了？又错了？我以为就划那个就可以了，搞不了。好，那你划这个。这个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。管理来，这我可以。你说了几次？你这个你可以，这个你确定可以吗？这我可以，这我可以，你可以的。哇，你弄得好好看呀，不错。就卡在这儿，就感觉两个都是我弄的。就是。我们就吃那些了。哎呀，被迫加入，我干活了。雅雅，那个地上有那个菠萝的水。哦，我去弄。千万不能。你们几个真的不能坐下待会儿吗？每个人拿一张湿纸巾把自己的鞋底擦一下。什么？给你擦哪里啊？现在鞋底。擦哪里？擦鞋底啊。哇塞，你看是不是脏的？我来拍，我来拍。不用不用，哥不用。来，哥我自己可以的。擦鞋底啊！我要笑死了。有没有很令人窒息的操作？啊、那就在这上面包饺子。现在吗？
你看他们就不停，就是四点就要包饺子。哎，那我们去倒垃圾吧。又要去倒垃圾？你看，果不其然有蚊子了。又要打蚊子了是吗？鞋底还粘吗？再来检查一下。我来这儿，没停过。军训啊，来这儿。像不像军训？我没有夸张吧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你没有从沙发上离开过，你看你又粘在了上面。我刚坐下，天地良心，我刚坐在这儿。大家开心点啊，来我家。沉默了。你别嫌弃我就行。来了，谁？侯鹏岩来。侯鹏岩来了吧？哟，哎，我操！哎，太帅了！我给你拿拖鞋。对。哇，你带这么大一个袋子，你装的啥？我带了好多东西，有我们淄博烧烤。哇！来来来来来，又是酒店，这么多酒店的拖鞋。先换鞋，嘉哥，这下夜这是你没有换鞋，哎，你赶紧去，不然要擦地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五个人的那个围成圈哦，又来，又有刚才那个拉圈圈。真的好累啊，在我家做的。对于欣姐来说，这一把是最轻松的。对对对，神经病。哎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快点想一想。玩跳舞吧。好啊，好啊。OK。就可以直接开始了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要远一点。哎呦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手好痛。Perfect。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快快来！我要妈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到这儿了。哦，我在后面，我就完全是反的。哎不对，我在这边。对着。对着我呀，你要，你要对，要喘气。哎，你赢了耶，你赢了，看见没？21.3，我赢了。哎，啊，回家了。啊，嘉哥再见，我回家了。啊，哎，我们包饺子吧。展现我真正的实力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包饺子了。哎，我包饺子可是厉害了。我来做那个虾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做家务的时候特别舒服吗？啊。啊。你看我的头上啊。何出此言？我觉得很舒服啊。我也是。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样，好享受。你俩有不愿意干的家务活吗？就这个事儿我就不喜欢干。我不喜欢收纳。你还不喜欢收纳？我是听错了吗？这杯子摆的都落成摞，不喜欢收纳。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吓不吓人？他说他不喜欢收纳。那你们最喜欢干的家务活是啥？我喜欢在家拖地啊。我喜欢把那个脏东西擦掉那种感觉。你们俩这么有劲儿，每天晚上到我家擦一擦呗。我家应该很多东西可以擦。你想想，我去你家落脚的地方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在他家，他那个行李箱摊开整个。那不然行李箱放哪儿？不，我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，我行李箱先要用消毒的东西把它，还有滚轮都全部擦干净。对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跟欣姐一样，什么东西？真的，什么东西？这擦行李箱轮子，你擦吗？我不会。你擦吗？我肯定不会。行李箱的轮子很脏哎。擦箱子，我真的，尊重，就是尊重。擦箱子，你不擦吗？就真的都要擦。箱子那么脏，很脏啊，外面。对，但是你也不会到处拖它呀，你不就无非就放到那个客厅里？它我会放到储物间，我不会放到客厅。我跟雅雅一样，就是箱子必须要在储物间，衣服必须要挂起来，嗯，然后穿过一次的衣服也得洗，对对对，杀菌消毒什么的。哦，活得太仔细你们。
给自己平添很多烦恼。怎么的呢？就对我们来说，你把那个事儿干了，其实对于你来说根本那不叫事儿啊。回家放眼箱子，赶紧躺进浴缸里，赶紧去泡澡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想省点钱，然后蹭那个欣姐的房间，然后等她把活干完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把她的行李箱收得整整齐齐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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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吓死我了。我说什么情况？她说我把你那个行李箱收完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啥也找不着了。这个我不行哎，就是我不能允许别人就是把我东西整理了，我就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那你可以帮别人整理吗？我不会帮别人，因为别人的东西我不会动哎，他除非让我整理。嘉哥，我需要你去我家。我不会答应。聪明。我觉得其实有些人乱吧，其实他乱的有条理。对，就是我什么东西我都知道。就虽然我们搞得乱七八糟，但是我们其实要找的东西都能找得到。对，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。但我觉得欣姐的生活方式也是我羡慕的，只是我自己做不到，我就是不能接受看到太乱。那你是从小就是这样？对，我从小我妈就是这样。我是渐渐变成这样的，就是你后来买了房子了，有家了，你就会变得就是更爱惜自己居住的地方。我也爱惜的。我不是不爱惜。据理力争。我妈就老说可能我结婚之后会变，我觉得我不会。不，这是生活方式，你不用因为结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你不是也无力改变，就这样吧。还剩下最后一丢丢，咱们把它搞完啊。嗯，欣姐最后一丢丢基本上举着那个瓶儿在跟我们聊天。根本没在包的。之前有站起来一下了。他一直在抨击我们的观念。没有了是吧？没有了，弄完了。待会换个桌布。好。又要换呢？Oh my god！ 换。等一下，要擦一下，这里要擦一下，等一下。擦什么？这里要擦一下。你可以等到晚上最后擦一下。不，擦一次跟每次擦是不一样的。欣姐表示我不理解。我真不理解，我觉得这个有点，我真心不理解。我要是这样生活，我能在家累嘎过去。这样，雅雅，你把那地上有点水渍的擦。哪里有水？没有水。疯不疯？你说。疯狂找水渍。我看到了。哪里啊？这个。哇。哦，这里有一点，没事儿。欣姐要疯了。我真的要疯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我应该可以去哪里走动呢？随便随意啊，随意。这里别踩，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啊！好可怜，欣欣。我要洗手吧，我得洗个手吧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去煮呗，煮呗。我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嘉哥真的是太爱卫生了。对，就差趴在地上把那个地搞干净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一期拍的并没有觉得你对哦。就是真的很强迫症，把这个水摘下，然后所有人找水，而且找了30秒没找到。有啊，你看那么大一滩水。那么大一滩。真的就这么点的，还没你的手指的。我来把那个木炭点着。哇，有点烟味儿啊。是的，有烟味儿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桌子，朋友们，烧着了。啊！哦。桌子，我的天哪，没要垫个东西了。哎。啊！哦。啊！底下太烫了，这真的很恐怖哎，小心点。哎呀呀！哇，好烫！拿这个布，小心点啊！扶这个。小心小心！呀呀呀！桌子肯定得留印子了。就在这上面这样子，它不怕烫。对。
这怎么弄？这个要放在什么上面呢？我记得上次没有用，它这个地方是撑起来的。哦，对，这里啊，你这里要支起来，这里要支起来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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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侯鹏岩，现在是要把火灭掉，不是要去弄那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嗯。你现在只有把一个个的那个碳夹出来。它上面那盖儿能掀起来，对吧？可以掀。它这个真的确实很危险，感觉。你就夹一块出来，就开点水，一个个的撕。对。你就夹一个起来，然后应该会有烟的。对，就是有这种烟，哦、对。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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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个来只能。小心啊！没事了，还好发现的及时。是的，人没弄到人就行，没弄到手就行，没关系啊。我觉得这男孩好可怜，你们四个人站在旁边指挥他。虽然他很高，但感觉他很弱小哎。下面支点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知道，拿一个毛巾，然后弄湿，把它放在下面。你不要放太多碳了。对，我搞了一排。OK 了，这个 OK 的。这饺子还煮吗？煮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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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欣姐眼里有火儿。哇，欣姐会煮饺子？废话，谁不会煮饺子？你这个，我先煮两盘好不好？好。快拍到我了吧？来了来了！哇！饺子放中间，对，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好丰盛呀！饺子配凉菜绝了啊、哦！对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可以，哎，这个馅儿不错。我为大家搞一个这个，先这样一粒，然后这样再收一卷，蘸那个酱是不是？把这两个小面的对着这里，这个蘸一下，这个蘸一下，嗯。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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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就有了。打开之后呢，它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个叫一线天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对。哦。然后就拿着这个小葱，就是这样往上面这一折。嗯。这不是我们的肉串吗？这样。变成一个卷肉饼。啊！你来，你先，女士，女士，女士。哇，谢谢做家务的男人们，跟剪彩一样。我先感受一下啊。嗯，真棒。嗯，太幸福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么大一口，哇！你加一点点葱，好好吃。有一种物质很丰富的感觉。结果今天的大厨变成了小猴子。来来，谢谢小猴子，谢谢嘉哥邀请，好开心啊！咱们又可以聚到一起了。当然我们的生活经常是聚，但是能够呈现在节目里、啊、节目里面的，嗯，就是其实这个节目真的是我比较真实的生活中。我没想到你会参加这个节目，不是因为我想我每天其实就是比较一成不变，其实就是一小群很熟悉我的朋友、嗯、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对，其实日常生活中也就是我们这一撮人，你不觉得吗？哦，人家有别的朋友，这你不知道。那我肯定有啊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是啊是有啊。其实人生有时候好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却印象挺深的啊。对啊。那时候我、星星、海涛，我们三个人驱车6个小时，就看企鹅归巢。就看了15分钟，我们又坐6个小时回去，坐6个小时回去。当时星星脸色是不好看的，然后星星就，也就是，所以还要走多久？
哎，你学的真的很像。哎，那是这个比较崩溃，还是那个参加那个团儿，驱车五个半小时，到了那儿四只黑熊。驱车五个半小时，然后去了这样的，哎，然后等着就是没有苹果喂他们，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喂完这个，就有的人就扔苹果，完四只，我就说还有更多的吗？没有啦，就他们四个，五个半小时，我就想说我们旁边动物园就有那个黑熊，哎，常德那个还有熊大、熊二，还有名字，你知道吗？好多。哎呀，好好笑！我带我爸我妈去旅游，然后就到一个岛，去了之后，也是四五个小时到这个地方，完就出现了三只猴，三只猴。开始先从那个棍子上这样一排走出来，哎呀，鞠躬在那上面翻了几圈就回去了，然后那个过一会儿猴又回来了，一模一样的表演。就你们觉得说应该有点别的吧，然后他们仨就又走了，然后就把我们零零零差不多走了十分钟，又是他们仨在这儿。我爸终于发出了内心的感慨，我爸说，哎呀，我在沈阳动物园啊，那猴啊比这活泼多。我爸说回去吧。所以是三只猴扯，四只熊扯，还是十二只企鹅扯？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。本来叫了海涛呢，拍戏呢吧？对，嗯，不打个电话给海涛呢。呀，嗨嗨嗨！你在哪儿呢？师姐在哪？对呀、啊，还有那个呢，小猴子呢？哎，涛哥。啊，哎。Hello， 海涛。Hello， 涛哥。Hello。你出现的太是时候了，给。家哥生活给他提一点建议。我提建议，我提建议，我多大的胆啊，我硬要给一个呢。佳爷，你还是要不要逼把自己逼得太。有的时候不脏是应该的，妈不脏也是应该的，很中肯。哇，今天已经发展到擦鞋底儿了，你知道吗？走两步擦一下鞋底儿，我在他家大气儿都不敢出。你现在还出少了呀你？好了，拜拜。好好的啊。拜拜，小猴子，拜拜，雅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涛哥，拜拜。怎么能跟海涛打完就困了，太累了。那我们收拾收拾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就来洗碗了。好好，到了考验真本事的时候了。哇，这样的好干净，你看我人呢？为什么干活的时候都没有？我人呢？啊，我在厨房干活呢，快看，洗碗，这都已经亮得发光了。你们弄完就走吧，来合影一张。三二一，又要，这怎么了吗？这桌子怎么了吗？又开始，就刚才哥们儿们擦了，他不放心。对，刚才不是他擦的。对，闭上。这样确实有那个他们用那个油，就是因为他开冰箱啊什么的啊。嘉哥，你自己看完，你自己觉得它是刚好的吗？还是说稍微有一点？我觉得稍微还不够，还不够。
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那么那么的爱干净。怎么是看不出来是怎么的？你是看得很邋遢。你以前对他的理解是什么呀？正常范围，就是可以干活，但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对，就是没有想到一个男生可以如此爱整洁，而且他不厌其烦。他在酒店呢，他自己的那个水龙头都要擦。啊？酒店也这样？我是退房前我会先打扫一遍。啊？退房？你去打扫一遍？对，就是我会把该整理的东西全整理好，就是垃圾啊，然后那些一次性的用品啊，然后把那个地擦一下，比如说浴室的地。对，浴室你总会有一些水渍吧。你有什么？不是，那不是酒店吗？我的生活习惯不会因为我住在 A 地 B 地而改变，那这是我的生活。你这是肌肉记忆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这个舞我已经会跳了。